谢谢，这是羞羞还是叠叠的办卡？它刚好有一点延迟，你怎么知道吧？游戏嘛，游戏特色，起飞了，懂的都懂。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为什么它老是叫啊？老响是什么意思？是因为温度太高了吗？这里是有个风扇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彩色的这个小圈圈，它是一个风扇，内置风扇散热器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孔，里面的散热器就一直往外排风。这个手机你不用管，你根本就不用管够那个电够不够用，配置120瓦超级快充，只需17分钟就可以充满电。你上个厕所洗个脸的时间，手机就满电了，你不用担心这个手机一天到晚会没有电，知道吧？只需要17分钟就可以充满电了。17分钟什么概念啊？我的妈呀，17分钟从0%充到100%的电，太快了。这个充电速度是我有史以来最快的，用到的最快的手机充电了，非常之快，速度之快，无人能比。